那么，鹰，你仍然愿意相信我吗？就像过去那样，就当作是我的请求，不要那么做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，艾丽西亚？你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。只是有些担心，在乐土里应该不会再有需要你使用敌罪欺雷的情形了吧？这里不会有背叛者的。艾丽西亚，我只是想要求证一件事，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抱歉，我现在还无法给出承诺。嗯，好啊，女孩子间的悄悄话我当然很欢迎呀。那你想知道什么？是一位少女的事，我想从你口中听到答案。你可能会回避，但绝不会说谎，也只有你会在这种局面下优先考虑继续缄口不言是否还对我公平。由于生前的经历，在记忆体中我是认知缺失最多的那一个，好在大家能够互通有无，倒是没有什么不便，也很少出现误会。但只有一件事例外，一直以来我总会陷入某种完全相同的梦境中，那里除了一片荒凉的虚空以外，就只有一位少女孤零零地坐着，满怀憎恨的哭泣。或许是因为记忆缺失的缘故，我始终无法想起他究竟是谁。每当我走到他的面前，就会猛然从梦中惊醒，这种梦境完全没有消失的迹象，反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，分明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距离我得知林作为青石之律者遇害的那时期，什么？分明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鹰，你……我一直都知道。怎么会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从来没有说过。是这样吗，鹰？在大家出于善意对你保密的时候，你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吗？也不是所有人都出自善意吧。让我知晓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，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定论，但也有人只是不想让我感到悲伤而已。就像你。鹰，我令人感到意外，对吗？不，鹰，你从来不会让我感到意外，我只是不想看见你在面对那样痛苦的选择。是啊，多么痛苦的选择，我无法接受就此放下，可复仇同样也失去了意义，我还能向谁去复仇呢？向那些早在万年前就死去的凶手，还是同样已然谢世，只留下一缕记忆的阿波尼亚？伊甸总说，愿时光永驻此刻，可我才是那个最希望时间停下脚步的人。有些事理应戛然而止，才能将如今美好的刹那继续留存。一旦迈向未来，所有的事物都会被卷入混沌，并被推迟。
某种不可预知的结局。他，在我看来，问话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吗？从未有人真正犯下过错，却偏偏要失去一切。我并非特例。抱歉，我应该早点察觉的。艾莉西亚，不要露出那种歉疚的神情，是我选择向大家隐瞒的。林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他一直是我生命的全部。所以当我在机缘巧合下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时，我的确被憎恨占据了心智。之前我所说的那些，都只是些毫无益处的道理。时至今日，即使我在理性上能够明白，但我的感性却依然拒绝接受。即便早已失去了复仇的对象，却仍要承受这种冲动的折磨。或许像千姐那样，向着一切复仇，我的痛苦才能有所稍减吧。可你没有那么做，所以你拜托维尔维修好它，其实是为了找回被封存的记忆。我想从中求得能让自己解脱的答案，但被戒律封印的仅有我向同类挥剑时的记忆，无济于事。反而在这里，通过这台奇妙的打字机，我看到了一些本应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包括那一晚我同你告别时的经历。可惜我们应当早点动身的。艾莉西亚，如果我告诉你，那是有所隐瞒的人，反而是我呢？在林被烛火之蛾带走之前，我原本是有机会带他离开的，但是林拒绝了我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？虽然在我眼中，他还是一个孩子，但就事实而言，却已经不再如此了。林也和其他人一样，是看着灾异丛生的世界长大的。他很快理解了自身的状况，甚至比烛火之蛾更担心自己的不确定性。虽然很害怕，但他相信烛火之蛾采取的措施并非毫无根据。资源被带走，不让其他人因自己而承担更大的风险，这是他所做的选择，并且他也相信梅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即使崩坏是如此不同情理的存在，我们人类同样能有机会控制自己，凭借责任，凭借怜悯。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孩子呢，那时候你不认同他的决定吗？是啊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的那场告别，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吧。在寻回这段记忆的瞬间，我就意识到了，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个少女，她并非旁人，而正是我自己。我认为那种痛苦与憎恨，是灵留在我心中的回声。但这是我的误解。正像我误以为自己始终在保护灵一样，在我决定违背他的初衷去解救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倒转。所以，其实是他在保护我，无法离开对方的人是我，也因此我绝不能放任自己去复仇。一个像我这样的融合战士，一旦失去理性无法自主，
唯一的结局就是成为与绿者别无二致的存在，而这也无异于让林曾经努力想要证明的一切蒙羞。我不能再一次令他失望。我毕竟是姐姐，总要当好榜样才对吧。英，你过去该有多么辛苦啊。所以艾丽西亚，我只想向你求证一件事，我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结局，在决定违背灵的意愿之后，在生命的最后，我有没有重新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那么，英，你仍然愿意相信我吗？就像过去那样。你们都尽己所能，做到了最好。谢谢你愿意把这些事和我分享。我从没想过，你会像现在这样，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迹。也许，是因为你不能被简单的归类为别人吧。或者说这也算是一种回敬。回敬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不，这不是梵语。其实我还向你们，向你隐瞒了另一件事。因为夜叉的融合因子，我对气息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。而在乐土中，记忆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异能。在那些记忆纠缠不清的混沌领域，除了灵以外，我也捕捉到了你的结局。是很美丽的结局，对吧？我毕竟不是记忆的所有者，通过气息能够察觉的，也只有当事人们掺杂其中的细微情绪。所以，我相信，一定是很美丽的结局。先你一步离开这个世界，的确是我的遗憾。抱歉，这么说有些奇怪，忘了他吧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也能见证你的收梢，自己会不会变得截然不同。瞧你说的，我可不是那种乐于教化的人呀。正因为你们从未改变过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大家呀。的确如此，而且虽说是遗憾，但我真心希望那种情形永不发生才好。否则，我无法面对的事又要再添一件了。你说呢，艾丽西亚？艾丽西亚，等等，这是
我逃出来了吗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倩倩收到讯息了吗？不必惊慌，英，是我。苏，我竟然沉睡了这么久，外面怎么样了？不容乐观。若不出所料，这一世代的青石之律者已在往事乐土降临了。怎会如此？难怪我毫无察觉。那艾丽西亚呢？不明白了。苏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是千杰提供了线索，通过你传递的暗号，他曾到达过此处，但与我不同，他没有第二神之剑的助力，无法深入被冻结封锁的空间。此外，维尔威留下的讯息也指向了你的所在。维尔威？恐怕他如今也已罹难，但他留下了一道谜题，向我提问乐土中何处才是绝对安全之地。你的数据曾一度出现异常，却始终没有被进一步侵蚀，想必这不是律者有意为之。因此，我认为你的现状一定与谜底有关。你认为我所在的这里就是绝对安全的地方？至少我们可以确信，这片由你创造的停滞空间的确能遏制侵蚀的蔓延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你的计划是将这里用作避难所吗？但我的剑技仅仅只能遏制侵蚀，无法根据，否则我也不会是现在这副样子。苏，你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你。我就在此地，只是已不便现身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应该早就遭到了侵蚀。我置换了你我的部分数据，将构成我的一部分流转到了你的记忆体中，希望这些安然无损的数据能延缓你的痛苦。可是这么做的话，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我终究是一位医者，见你不救，有违我的本性。而且，时间紧迫，我也没有等候你自行醒来的余裕了。比起我的一时安危，对现状而言，你能否自如行动更为重要。只有你具备困锁任何存在的能力，即便仅是刹那，也已足够。将它拿去吧。
应。是千劫为你留存至今，现在归还正应其时。不明白了，那么需要我做什么？毕竟是维尔威的遗迹，他所留下的是一道三重谜题。同一个谜面却有三种解答吗？我们方才得出的答案只是其中的第一层，浅显且非症结所在，而剩下的两解才是破局的关键。所以应，现在我需要你去揭示谜题的第二种答案，为此我们必须直面死亡。